公司的家底，2亿的帝王绿板料，咱们直接去压。今天这个视频成本有点高，咱们花2亿的成本给小鱼子压一只满色手镯。最近市场上就没有这样的好料能切出满色的手镯，但是飞哥今天拿出公司的家底，2亿的帝王板料，咱们给小鱼子直接去压。走，让你们开开眼。我就要展示我们的家底了，像这些货品没有验资的话你是看不到的。这个有点费钱呀。